那双方谁能够处理得更好，谁就能够在这个比赛当中占到一定的这个主动，占到一定的。开局呢，丹麦队是落后几分，那么现在是把比分追成6-6。好球，9-3，发到后场，祖森头顶的回球不是很质量高。这是一个，你这个机会就失去了。李赛珍及时跟进啊，换到了那片场区。机会好，很好。非常精妙的一组退球。好球，我们再次也看到双方这些精彩的这个前半场的争夺。从这个发挥的情况来讲，我想双方还是差不多。韩国队逮到了这次机会啊，兴奋的。